喜来人生路，喜我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。到昨昏为止，这个风云咱就全部看了了。故事最后，济王和西宫翠花害的是流离失所。好在啊，还有一个张大人的帮助，伊才有了一个安心的所在。伊一想到之前家己的所作所为，就非常的懊悔。那当伊啊伫遐咧自责的时阵，张大人来报，讲一个苗丞相啊来传一个圣旨，要撤回伊的兵权。母仪啊，就是要啊一个清除家己啊意见不合的人，想要来造反。那即卖唯一有法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只有一个定修三观的定国王。那张大人啊，就决定亲自去边关，送这个诏书，替济王请回定国王。那在临行之前，张大人就将蒙恬的血书交予济王，啊，让这个太子加济王小人。那最后在众人的帮助下面，济王重回皇宫，实施了这个监察，啊，向蒙恬认错，加蒙恬再续前言。那接下来，咱们来看的是龙海市下兴四大乡剧团的台词别段。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？我们继续，咱赶紧来看。今日国家早朝，众卿高
来，恭来，恭你过半辈，两位殿下也已经顶戴圣印，恭上在今日当殿七日诸君，未敌众卿，有何高见？啊，万岁！小弟殿下不个挑拣，那日以为做诸君。万无一失，禀万岁，受大殿下也精通文武，自古以来立大威术，一路在之言，要是立大殿下威做主君，更为合适啊。嗯，何总管言之有理，高级红礼，心里在。国王今日当殿确立你威做主君，望你必亲政为国。不定轰动何为？你那是轰动何为？国王你去收回主君之位，心里准记。皇帝皇叔父，皇观看这几日天气晴好，明日恁就到后山寺烧香还愿去吧。心里准记，要素级别上下回京。一面白兔花枪离开啊！有白兔，白兔来，起恭致事哈。请慢，殿下，咱今日奉旨封山进香，白兔几多，那就让伊去吧。这是啊，皇嫂所言有理，要是进香还愿要紧，无要是先领白兔，然后再进香还愿未迟呀。嗯，皇帝之言。正合我意，正是爱在速对白兔，了之。好啦好啦。Thank you.
那无我给因赶来，你早就无命了。出去少年家，可有受伤嘛？啊，无伤。无相啊，无相就好，这啊，那是苍天庇佑，免上人命呐。皇帝啊，这又果是苍天庇佑嘛？主人啊，是你不会奉迎你的搭救。你啊，小主，要不上前多谢。哦，是，多谢英勇救命之恩，不必离处。作为少年家，你是何人？来到这深山，伫咧做啥物？我。哦，我乃是一个砍柴的轿夫啊。轿夫？是轿夫。但不知你家住哪里？我家。家谁啊？是住在山顶啊？哦，无，我家往山下村。山下村？嗯，是何村庄啊？是。啊？家是无名村，也是假庄啊？是假庄，是假庄啊！假庄。出于少年家，你姓什么？名什么啊？红英啊，你不用再问啦，伊的姓名住处我已经拢知影啦。你全知影？是啊。来住伫倒落？是啊，住伫你腰带。姓什么？名咧？名董。姓董。嗯。哎，照我看来无亲像。咦，姓玉。玉什么啊？玉董啊。玉董。玉董啊！殿下，爱妃，你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，这可笑是甚物啦？可惜爱归你呀，爱家，爱家，我怎样啦？你已经退席啦，我退席啦，这是何意呀？啊哈，卖讲哑巴。诶，你是啥人啊？啊，洪财，我已经讲过啦，我乃是一个砍柴轿夫啊。轿夫，轿夫，是轿夫。是轿夫啊！哦，一个轿夫啊！要不退下？是，过世啦。殿下，是啊，
武器吧，人已经走了，走你要搁用嘞。请你为殿下客家奉山。啊，皇帝啊，光看天色几经暗咯，倒不如咱阴暗暂住行宫，明日再上奉山，好不？好啊，适合我意。不过点咩？嗯，殿下，来，客家行宫，娘子。Oh,
地之音，皇家面望何准？阿姐，不必再讲啦，爱家我替你保密就是。就随我赶回行宫，以免被风行风扫地之音。嗯啦，殿下那是唔听劝告，休怪爱家我国民父王无好。你讲，殿下，请。一草房，三幺六绝不下念。不可，是为大神入主，异人到处，必定有甚么为难之处。那将伊杀了，以心何忍，以心何安呐？观看自殿下夫妻一回，为何不见大殿下？唉，受大殿下一怒，心魂两在。相爱，绝袂做出万悔之事，乃是我多心啦。我该回晋江去，以免被大殿下责怪。传命帖，姑娘啊，乌江山中啊，你一面来，你是乔装打扮的人面啊，假如我出你的破店，你的脚步。中呢，是公主啊。
色，只是令人可敬、可爱。请问公主哩，尊姓大名，为何亲命到此里来呀？啊，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当朝大太子朱高炽。原来是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来到，受了主替丹下的有罪某事，请殿下恕罪哈。哎，不知吃无罪，姑娘快快请进。谢殿下。姑娘，既然你无心上任，那阴暗你就来陪伴小姐。你阿婆。啊，恕我一时失态，请望见怪。过时啦。且慢，殿下，你要哪里去呀？这啊，并非两厢情愿。如果那是行落去，有水无益。哎呀！Thank you.
山下姑娘，这就是国宝玉良佩，金钟上以你为记，等待来日，上那是登基大宝，一定封你西京贵妃。暗过此事，你千万不可泄露禁忌，切记，切记。多谢殿下。恐惊日恶啊！从天在上为记，日后我朱高静来有负江岸，情愿。哎呀！Yeah.
却原来有人在背后伫咧偷骂我。殿下，殿下，你什么时阵来啦？我已经来了真久了。哈？你煞来了真久啦？嗯。那拄只我。方才你伫咧骂我，我逐句拢嘛听见啊。哼，这三个月来呀，你断了音信，人阮啊，阮是太想你了。哈哈，因为这三个月来，我无来看你，你就骂我嚣情背义，对不？哼，这个时阵又搁再骂我。可是你呀、啊，一时不是来了吗？来，你就唔骂咯。唔骂，唔骂啦。唔骂就好。殿下，人阮啊来去捧碧草汤来予你啉。碧草汤？是啊，人阮啊可已经熬了三个月啦。啊。殿下稍等。这叫做碧草汤哦。嗯，熬三个月呀。是啊。那加啉了也袂老，那好，我就啉看卖哦。紧啉。好，我啉一半，留下这一半你啉，你也永远吃袂老哦。多谢殿下。天哪，你是怎样啊？我啊，安那个特别拖啊！我，你是怎样紧讲啊？殿下啊！时间的关系，太祖别断，今日咱就先看到这。那接下来故事啊，一定是更加精彩。